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成都练队的年终秀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远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的兄弟们登场。首先出场的是我们神出鬼没的嘎警官，接下来是看起来很像金木的藏狐选手，下面出场的是我们的国服第一跳跳熊离开。接下来是可爱但美身材的小和尚梦的，还有就是猎人队在逃公主妮莎。接下来这位更是重量级猎人队永不团灭的东东，最后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我。最后我们成都练队的全体成员在这里衷心的感谢大家这一年对我们的支持，谢谢大家，我们虎年再见。